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晏晝翻到嚟嘅即時攻略，先同大家睇睇晏晝嘅中港股市表現啦。內地股市方面咧，持續個升勢㗎，上證指數升緊21點，報3049點；深證成指方面咧係升緊90點，最新係報10850點啦。至於滬深300指數升27點，報3265點；創業板指數升16點，最新係報2285點。同大家睇埋港股翻嚟嘅表現啦。咁港股而家繼續喺22000嘅樓上啦，而家做緊22031點，係升148點。國企指數方面係升52點，最新係報9075點。一節嘉賓請嚟 Jason 同我哋跟進一下咧焦點嘅板塊啊。Jason 你好 ，Jason 你好 ，Jason 見到琴日方面咧，國家發改委咧都有比較多嘅關於基建嘅消息出咗嚟啦。我哋先睇睇啦，就係國家發改委基礎產業司司長費志榮喺發布會嘅時候話啦，喺鐵路規劃入邊明確提出高速鐵路網，呈網狀嘅鐵路呢個係第一次提出嘅，同時仲規劃咗普速鐵路網呢個鐵路網方案實現之後咧，遠期鐵路網規劃將會達到20萬公里左右，其中高速鐵路有4.5萬公里左右，咁全國鐵路網全面連接20萬人口嘅城市，高速鐵路網基本係連接咗省會城市，仲有係其他50萬人口以上嘅大中城市，實現雙輪大中城市之間1至4個鐘頭嘅交通圈。仲話2025年鐵路網規模咧要達到17.5萬公里左右啦，似乎嚟緊咧都會加大方喺基建鐵路啊各方面。方面嘅投資啊，你覺得啲消息咧，對於咩股份係特別可以受惠翻咧？係啦，咁我見到今次發改委方面啦，都叫做發布咗呢一個中長期嘅鐵路網規劃啦，咁佢定咧就去到話2020年嘅時候咧，都講緊啊，就話整體個鐵路嘅規模咧就要達到15萬公里啦。咁當中你話高鐵方面咧就去到3萬公里嘅，咁比起你話現時講緊內地方面都大概起到成2.4萬公里左右咧，咁啊額外再即係叫做增加多幾千公里啦。咁我亦都係提過啊，因為講緊之前高鐵方面嘅發展咧，大家覺得啊會進入一個瓶頸嗰個嘅即係原因咧，就話因為之前講緊就話四縱四橫成個嘅高速鐵路網絡咧，大部分都已經係即係做緊嘅啊，咁預期喺未來呢幾年咧都會係正式落成啦。咁究竟你話呢一批嘅鐵路網啊叫做完成咗之後，仲有冇得再起咧？咁喺今次啊發改委上邊嘅即係講話咧，都叫做啊令到大家就即係有翻一啲嘅憧憬嘅，因為今次都提到啊，就話啱啱啊，即係嗰個基礎產業司嘅司長咧，都提到嘅，就話喺嗰個原規劃四縱四橫嘅主骨架嘅基礎之上咧，再會啊，就係增加咧，講緊係一啲叫做客流支撐啊、標準適宜啊，同埋發展需要嗰啲嘅高速鐵路嘅網絡啦，咁形成到最後咧就係八縱八橫啊，一個叫做最完善嘅啊，即係成個嘅鐵路系統嘅，咁即係變相比起現時呢一刻嚟講咧，都仲係會有啲新嘅 project 啦，嚟緊係會係建構啦。咁對於啲即係鐵路啊基建嘅股份嚟講咧，都可以話係打咗支強心針啊。因為見到呢個板塊咧，其實喺過去嗰半年咧，即使你話見到個市啊都有啲嘅升幅嘅啊，特別就話呢2-3個禮拜係升得唔錯嘅。咁但係呢個板塊咧，一直以嚟咧都係比較落後啲嘅。咁講緊個市升咧，佢哋好多時候都跟唔到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咗呢一個鐵路規劃啊，即係出到嚟嘅，令到啲大行可能嚟緊都會出翻個報告啊，就話預期佢哋接嗰啲嘅訂單會係進一步有個嘅增加啦。啊，又或者係本身對於高鐵方面，大家之前睇得比較淡嘅呢個領域咧，都可能咧會有翻一個即係唔同嘅睇法啦。咁所以今日都見到啊，呢一個板塊咧有翻啲異動，整體方面咧都能夠係啊，即係升到係超過1%。咁同埋都要留意啊，因為講緊就算今日升咗上嚟都好啦，絕大部分比起今年年初啊，特別就話4月份當陣時嘅高位咧，都仍然咧係有個相當大嘅距離嘅。咁以好似就係390中鐵為例啦，嚇咁講今年4月份當陣時最高咧就做過6.7元嘅。咁但係現時個價位咧，先係啱啱去翻6元啦。咁即係意味住啊，成個恆指破頂，國指破頂。咁但係呢一隻嘅股份或者呢個板塊咧，都同今年個高位咧仍然爭成咧就係10% 以上咧。咁我都相信嚟緊都仲係有個追落後嘅空間。Jason 頭先提到
到即係之前大家都估個高速鐵路四縱四橫咧，即係加快結設，但係就會令大家覺得咧基建鐵路股咧有一個瓶頸嘅一個位啦。但係新嘅發改委即係發改委嘅基礎產業司司長咧，費志榮提到嘅呢個新嘅方案八縱八橫啦，好似令到大家對於基建鐵路股啊有翻一個新嘅希望啦。你覺得對於一眾嘅基建鐵路股係咪可以有翻嘅新嘅股值咧？如果係嘅話，係咪至少即係譬如呢個390中鐵為例，係咪可以突破埋之前6.7個高位？當然啦，成個目標啊，成個規劃上邊就即係好似啱啱提過咧，定嗰個嘅嚟緊啊建設方面嗰個嘅目標咧，係定得相當之進取嘅。咁但係都唔能夠話完全盲目樂觀嘅啊！即係雖然啱啱都提到話，成個板塊短期嚟講有機會再追翻少少啦。咁但係你話喺再中線少少嚟睇咧，我哋都要係觀望翻啊，究竟佢而家定咗呢啲嘅規劃，定咗呢一啲嘅即係興建目標，到最後係咪能夠可以？係啊，即係達得到咧。因為都見到國內現時整體嗰個嘅高鐵發展啊，或者鐵路嘅發展咧，仍然都係面對啊嗰個嘅即係融資方面嘅壓力啦。咁可能好多嘅項目啊，之前都係要 delay 嘅。咁原因係啲咩咧？就話整體嗰個嘅銀行貸款方面唔係話好到位啦，又或者本身啊呢一個嘅即係基建啊或者鐵路方面嘅投資，整體嗰個回報唔係話特別吸引咧。咁你話要吸引一啲嘅民間資金啊，去買你啲債，去到俾啲資金你用咧，都係有個難度嘅啊。咁所以變相你話而家定一個咁進取嘅目標，係咪嚟緊一定能夠係行得通咧？咁同埋見到而家中國鐵路總公司方面咧，其實整體個負債咧仍然都係相當高嘅。除非你話嚟緊啊呢一個嘅鐵路整體有個好大嘅改革，包括就話對於一啲啊即係客運方面嘅票價啊，可以係有個上調嘅，令到啊成個產業嗰個回報係可以提高嘅。咁到陣時就有機會啦。令到就話社會資本都可以參與埋呢方面嘅投資啦。咁否則嘅，如果你話單靠就話即係中鐵總嗰邊自己去融資啊，自己去到落錢去做咧，或多或少咧都係有個嘅掣肘喺度。咁所以啊，呢個板塊當然短期嚟講咧，啱啱提過係有個條件追落後嘅。咁但係中線仍然都係仲係充滿一啲嘅不確定性啦。除咗你啱啱講嘅一啲啊融資問題之外咧，亦都要關注埋啊，究竟佢哋喺嗰個海外方面嘅項目，整體嘅執行能力係做成點嘅啊？就算你話之前簽咗啲訂單，到最後係咪真係能夠如期交付咧？啊，會唔會好似之前啊墨西哥方面嘅項目啊，又或者美國加州嘅項目，會係俾當地嘅政府係即係取消咧？咁呢一啲嘅因素咧，都係成為呢個板塊一個最大嘅風險嘅因素嚟嘅。咁所以你話喺買呢個板，始終嗰個嘅風險程度唔低嘅時候咧，投資嘅時候盡量都唔好話真係太過進取啦。啊，咁同埋都係以翻一個中短線啊，純粹係炒一個追落後嘅角度咧，就為一個出發點啦。咁啱啱提過啊，你話中鐵啊，你話呢陣望上去嘅，望翻去今年嘅高位6.7咧，其實都仲有一成嘅升幅。咁又或者例如講緊隻係中車嚟計咧，咁亦都係啊，見到佢今年3月啊、4月當陣時嘅高位咧，係8.2啊、8.3左右嘅。咁距離而家咧，仍然咧都仲有大概1蚊嘅上升空間。咁變相你話以一個中短線嘅概念咧，呢個板塊可以係諗得過嘅。Jason 啊，咪頭先都提到咧，海外訂單啊，有機會成為佢一個比較大啲嘅風險啊。因為近排一帶一路嘅話題咧，好似靜咗落嚟啊。一帶一路即係涉及嘅咧，都有啲可能關於即係美國嗰邊咧，有啲咩海牙嘅國際仲裁中心啦，掀起咗中國同周邊國家嗰啲領土中爭拗。你覺得會唔會都對於一帶一路有啲阻礙發展嘅情況啊？係啊，咁啊，一帶一路始終都係屬於中國方面啦，同埋就其他啲新興國家一啲嘅即係項目方面嘅合作啦。咁對於美國嚟講啊，會唔會都有機會係唔想話真係你發展得咁順利咧？啊，即係始終喺個政治角力上邊咧，中美現時嘅關係咧都係即係趨向一個比較緊張嘅狀態。咁如果你話到陣時啊，美國方面或者其他啲發達國家對於啊你中國方面輸出嘅產品啊，或者係輸出嗰啲嘅項目都係有啲質疑嘅啊，又或者可能之前簽落嘅一啲鐵路嘅訂單啊，都可能係取消嘅。咁或多或少都可能會對於其他國家嚟講咧，會有啲戒心嘅啊。咁同埋唔單止美國啊，你見到好似之前中車出口去新加坡方面嗰啲嘅鐵路產品咧，都話俾人發現係有裂紋啊，咁可能都要係即係退翻曬啦。咁對於係即係整體大家對於國內嗰啲嘅高鐵產品啊等等咧，都可能會有個嘅戒心喺度啦。咁同
埋始終一帶一路講咗好耐嘅，就話呢一個嘅策略咧係一個好長遠嘅規劃嚟嘅。而家你見到好多啲新興國家本身都係因為個經濟嘅問題啊，又或者嗰個嘅係財政壓力啊、債務嘅水平嘅壓力咧，都令到佢哋要搞呢啲項目咧，唔係話真係咁容易啦。咁所以你話再炒一帶一路喺現階段咧，就未必係一個好強嘅催化劑嚟。嗯，明白，多謝曬 Jason 你嘅分析啦，同你做翻申報。頭先講過股份冇持有㗎，冇持有嘅。好啊，休息陣，轉頭翻嚟會有兩節嘅問答環節，陣間再見。